这梧桐树拍一下，这梧桐树好漂亮。到这个山头了，看看周围什么样。这边是曼哈顿，对面是新泽西，然后咱们再拉过来，这边就是Staten Island， 史丹顿岛。
从这个边上直接就看到了哈，刚才这些人刚走，这就是 Rachel 做的，1998年做的，全部是一个 concrete， 水泥浇筑的。看，一个雕塑。绕一圈，从这儿就可以出去了。Tiny home， 看一下旁边这个帐篷，我拉进来看一下啊，看什么样。小的 tiny home 越来越多了，旁边我左边这个以前都没见过，都是新盖的。Here we are at the collective retreats. 给大家看一下。That is cute. 这人气儿还挺足的，你看。It's a bar. Let's go get a drink.就是一张床。的时候可以直接走进去，现在今天是关了。
这个样子。现在正在修这个顶呢。